按键就是地址一到地址六依次喷，八号就是从六号地址到一号地址反过来喷。我们试一下七号，它都是循环三次。八号是一样的，它只是往那边过去。我们同时也可以在它运行的过程中取消它的动作，我们可以按十一号。我们先试一下八号，然后我们可以按十一号取消，十一号就可以取消它。然后九号按键是所有的机器喷1.5秒，停顿0.5秒，循环三次，一样的。